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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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吃啦。我看。俺俩几蚊子？真的好吃。我给你做的是手握拿杯呢，你看我，不几天我闭嘴了还。那个新闻的用户太煎熬的用户。我来了，现在去噻。你是说我生？啊，说我生嘛，把你娘呀都。真呀，你妈妈说我生，老气噻呀。先放血呢。写一次的啦。我来了，你领路在这，老气噻。来了呀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你吃馄饨是个好用，再来杯馄饨，我不吃光了，老怕疼。现在出来，觉得风凉是点子。啊，是风凉，风不是，主要里向太热。哦。所以觉得外头风凉。那我撑的，我还记得一名。真是啦，我是说这一位呢，吃起来。我也是有感而发。我这个是有屁就放的人。有的粉丝跟我说，直接上来就说：“你是精神病医院出来的吗？”我说怎么回答的？这个人不动脑子的啊，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又没那种证明，你咋说我是那个呢？对不对？要么你就是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么人中呢，禁言我在拉黑的，有一个拉一个，有两个拉两个，有一百个就拉一百个。嘎子一个礼包也带一带来着。你好 hello。 哎 hello。 哎，你那边五万人对个 ？How hello。 我跟着的英文啊好会这句子 hello。 我知道玫瑰花不只是少个一次。有粉丝讲，拿男性的就叫亲卡呀，嘞，娇娇拿从来不亲卡呀，我今天亲卡亲不得够。啤酒玫瑰花。怎么带着我来？怕子在门，网上还有搜索的啦。搜个屁！上也搜了，就是我男人，就是日本娱乐圈里面的。哦。而且两个说话怕合影啊。哦。高资比较大，那没办法。乖，我呼吸奢侈品，我不要贪小便宜的人。等下去唱一个，我来拍一拍。没办法唱了，两杯不同日。你喝可乐，当你唱啊耶！我觉着连皮皮唱的还挺慢，声音太响，太惨了，太挺惨的，我管了的。从来没人送过我。一口闷。啊 ，OK，OK，OK， 可以。中老师笨。对吧？情人节快乐了呗，小白娘。快点走吧，快点。这位啊，这位。你在拍戏啊？装嘛，快点走吧。哦，哎呦。帅哥美女啊！哦，他是帅哥啊！哎呦，我当美女的！哎呦，贵美女在这儿。哦，美女，哎呦。转运社呢？我是7月1号开始做的，就我是三老板，就小老板一个，大老板叫孙文林，二老板是孙文林的那个姓张，知道吧？他赖在那里不肯走。你那辈子谁来辈子呢？我自个吃醉，出自己动力，那么来成为三老板了。对对对，叫我动力家，5%。妻子三当，这些的旁边各位是最过给个谁来辈？好。转运社的三老板。拍子视频啊，涨粉。我不看5840，也3710，你值。翻这个牌子玩啊！对，小姚小大姐，谢谢。跟你讲，你上次老女儿在上面下起来的，就托你，托你管你没下的。没认得你个？没认得，这不我从那个视频上看出来你没下的。啊是啊，是。怎么也叫人都认得？